蛇是唯一的一段女子群。在蛇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完成一种包容，完成一种生命的孕育。在这个大气唯美的过程当中，仿佛隐隐约约能看到白蛇和青蛇的那种姐妹之情，又仿佛隐隐约约能看见白蛇向往许仙的那种情感。它作为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，讲的是一种母性的那种伟大，他所需要包容和一种涵盖的这个力量。